主料，空心菜各300克，青椒30克，豆豉5克，红辣椒30克。辅料，油、盐、鸡精、生姜、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空心菜梗，切好一些红辣椒，准备好豆豉，放入适量的油，生姜大蒜下锅，青椒和红椒下锅，空心菜梗下锅翻炒，放入豆豉和适量的盐，放入鸡精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空心菜梗一定要用手捏碎，这样比较入味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